痛批台独，语气强硬。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，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。凡是数典忘祖、背叛祖国、分裂国家的人，从来没有好下场，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。他也重申一个中国原则，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，强调台湾问题属于大陆内政，任何人不要低估大陆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意志和能力。